们准备。好，来。好，这个可以摘了，这个可以摘了，谢谢。
我爸到这个地方，我想看看他的头，但是他没有跟我说话，所以我当时就啊啊叫了两声。然后那个我经纪人当时我就叫我经纪人来，就有一严重谴责下面这个部分说好精彩啊，我叫我的那个经纪人过来啊，然后经纪人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我你知道吗？然后不相信我就说那你把 Chris 叫我来。然后以下这个下面这个镜头关给我来叙述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无辜，我在客厅里面在吃饭，突然经纪人就过来跟我说抛酱，我说我吃饭呢，你叫我干嘛呀？他说快点过去，他说好，那就过去看看吧。我就突然跟我说，哥，我